接着我们来看《经脉别论》，是《黄帝内经》第21篇。这一篇讲的就跟前面不一样了。这一篇讲的是你一个人的情志，好，如果说居住的时候，这个人的动静勇怯，胆子很大，胆子很小，好，那这种脉会不会改变呢？会不会生病呢？会不会影响到脉呢？当然会啊，其实当然会啊。岐伯说，好，现在你讲人的个性，好，凡是人呢，所以惊恐这个字念会，好，会就是发怒，好，会劳动静皆是改变。所以一个人不要惊，不要恐，不要发怒，好，不要随便好这个乱动乱静，然后怎么样都不好啊，变化太大不好。这个是以哈夜行则喘，出于肾哈。那一般来说，我翻译的时候比较含蓄一点，好，啊，我们行房啊也是夜行晚上的动作。那小偷了，好，真的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小偷嘛，好，那晚上他是夜行人嘛，哈，那夜行晚上呢很紧张啊，好，在偷东西很紧张，在那边喘，紧张。处于肾，好，那引起于病肺，好，这个就会伤到肺气，好，有所坠恐，好，从高处掉下来，好，或者是受到恐吓，或者吓到、怕到了，好，喘会发生的气喘，这种喘出于肝脏，好，那受到肝脏受伤的话，就会害到脾脏，因为木克土嘛，好，木克土。那如果有所惊恐，一个人随时很害怕，随时一个动静，好，一个窗户动一下或怎么就吓得这边气喘，这个喘呢出于肺，好，肺气受伤。那肺气出那个肺气一离开，精神一离开这个肺的时候，就会伤到心脏，好，因为心脏会补气，你一离开肺就虚掉了，那个火就会补胃，好，这会伤到心气。本来心脏好好的，那你这边一下心脏跑被影响了，好，因为火克金。那有的人呢，好。这个淹被水淹到了，或者是摔倒了，瞬间摔倒了，这个也是喘出于肾和骨，好，这种呢，不管你是因为惊恐还是因为好这个意外发生，好，掉到水里面去，从高处坠下，好，突然摔倒，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，后面就讲了，勇者气行自己就好了，所以胆子要大，胆识要大。不要怕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好，勇者气行就好了。那怯者本身天生就胆小的呢？好，就会着就是受病了。好，受病了，好，就受病。那你比如说有一个人呢，他本来身体都很好，对不对？有一天他家突然进个小偷，他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生病，这个胆小鬼啊，好，胆小的人嘛。好，那有个人进了小偷，还是去追啊什么，回来还是很好。他这个人是胆子比较大啊。所以我常常跟大家说，开心无惧，不要怕啊，不要怕，西西看到我会怕哦，我们那边西西看到不敢惹我了，要敢惹我啊，他怕，因为他生病怎么办，还要死啊，要找我啊，啊，那所以一定要勇，不要怕，所以故曰诊病之道，要看人这个人胆大胆小啊，一定要看他的胆大胆小。骨肉皮肤能知其形，以为诊法。一般来说，胆大的人呢，骨肉比较粗壮，皮肤也比较坚实。好，那胆小的人就比较脆弱。好，骨肉皮比较软，肉比较软。一个人呢，吃饭以后吃饱了，汗出于胃。好，这个我们吃饭的时候流汗，那个汗是从好胃来的，把胃改成什么小肠，是不是就通了？饮水入胃，喝水流汗，那是胃的心象。饮食饱食入胃，就是食入进入肠子，汗出于小肠。好，小肠的汗就是大肠化生成肺到肺里面去嘛。好，如果人受惊，好，受了惊吓，好，精神丧失的时候，这个流惊吓以后冒出来的冷汗，那个冷汗是出自于心脏。所以同样的汗，它发的不一样的原因。好，持重远行。扛重物在那边好走路，以前的他叫樵夫啊，抬东西啊，怎么样子哈？好，汗出于肾，因为你那个持重嘛哈。那急走恐惧，有人要杀你啊，你那边跑又担心对吧？哈，那时候流汗出来就是发自于肝，所以呢，这里就可以提到为什么要胆叫中正之官，胆要大，那个胆没了，好，就是我们讲你要好这个好胆量就从这里出来，胆气很旺的人呢，
无惧，好、哦、无惧。所以我们要让一个人无惧，就温胆，要把他胆能够弄好一点，他就会比较不怕。好、哦，摇体劳苦，汗出于皮。好、哦，那像这个什么摇体劳苦，比如说我们那个艺伎、歌伎啊，好、哦，跳舞的啊，唱歌啊，好、哦，还有呢，那个在那个工作的工人，好、哦。那你跟那个举物，你扛着重物在走不一样，扛重物走，因为我们这是肩膀呢有大腧穴，骨会大腧，脚有绝骨穴，那后面为那个腿肚上面有承山穴，那这几个能够出力，所以你可以扛重物走，这是因为肾主骨嘛，哈。那你如果是劳力，我现在是做农人哈，或者是工人在手那边哈，锄田啊，和田啊，哈，锄地啊，那这种动作就是，哦，摇体劳苦。哦，还有歌姬跳舞啊，那个剧校那个国剧的翻滚身体啊，太过动了，都会这个汗出于皮，所以各种不同的动作流出来的汗是不来自不同的地方。哦，你看中医可以分那么细，皮就汗就是汗嘛，对啊，他不会想到那么都是水吧，有什么了不起，不一样哦。好，185页，所以呢。接上一段，春秋冬夏四时的阴阳呢，生病，人会生病，为什么病？在这里啊，取于过用，你用它太过，那你不用它也不行。比如说，两个腿、膝盖，这时候我们要走路用的，对不对？你每天在那边跑，用它太过，病会生病，此为常也。我们要用，但是不能过用。食气入胃，散尽于肝，你把胃改成小肠。食气入小肠，散尽于肝，营去于精。哦，精就是我们这个精要把它改掉哈，精神的精把它改成那个精，足乐的精。哦，因为肝主精嘛，哈、哦，肝主精。好、哦，那如果食气入小肠呢？这个浊食归心，浊气就是血气，血是看到是。深色的，好，血气会你吃东西吃到小肠里面去以后，小肠里面呢化成食物，饮食化成血就是浊气，再回到心里面去，啊，这个时候让心血呢就会照顾到全身的血脉，啊，这个时候脉气流经精气归于肺，那肺朝百脉，输于好，它精输于皮毛，这个输进于皮毛。毛脉合精，行气于腑，腑精神明，流聚于四脏，好，气归于权衡，权衡以平。那这一段呢？好，怎么我们用简单的方式来讲哈？用简单的方式来介绍，就是这个我们人呢，气跟血两个字是相辅相成的。血是来自饮食进入小肠，好，消化以后变成血进入到心脏。我们人有气，气也是来自。饮水也是来也跟食物也有关系，但是来自饮水还有我们的平常的食物的精华，那进入肺部的都是气，进入心脏的都是血，啊、哦，进入心脏都是水，那也就是说，因为这样子这两个关系，所以我们人身上到处都有血脉，好、哦、脉血会到身上所有的地方，肺呢像皮毛主华盖，我们有气把全身包住，所以气和血就是我们的心和肺两个都是阳，好、哦、在上。那我们可以利用心和肺，利用胸阳，好、哦、来决定判定一个人的生死。好、哦，引入于胃，好、哦，这个就是喝水了。好、哦，喝水跑到胃里面去，这个胃不要改。喝水跑到胃里面去呢，由益精气，上输于脾。好、哦，所以我前面讲过，食物到小肠，喝水呢到胃里面去，哈、哦。上输于脾，脾气散精，好、哦，脾是土嘛，上归于肺，好、哦，土生精，这时候脾脏来通调水道，下输膀胱，水经四部，五经并行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是正常，所以脾脏呢是土，但是它在治水，管水，好、哦，你除了治水以外，不单单要想这个治，同时要想好像是水利局治水，好、哦，有脾脏在就不会有好这种现象，好。我们休息一下。
来，我们继续哈，再重复，有，再继续重复哈。我们从前面，这个引入于胃，由益精气，上疏于脾，脾气散精，上归于肺，通调水道，下疏膀胱。最主要有个重点在这个地方，你们要了解到哈。这个我们中间的横膈在这边，好，这个膈，我一再跟诸位强调，这个膈就是我们中医认为是分清浊的地方，啊，浊分清浊的位置，所以清气会上升进入肺，浊气会下来，所以五谷杂粮吃的浊物统统从下面排，大小便会排掉，清气会上升到肺里面去，所以我们流出来的汗是清的，啊，你不会流出来是大便，不会啊，哎，这是正常啊，我们的膈横膈的功能在这边，好。所以说，所有全身的水道排水的系统，通通是它的管。我们在前面有介绍过，三焦，哦，是厥毒之官，哦，哦，这个厥毒之官就是管水。我们脾脏，三焦呢，跟脾脏原生于脾脏，因为脾脏很多油脂的东西，所以它从脾脏生出来以后。长了全身的内脏之间，脏腑、肠胃之间，通通有这个油网连到。哦，你看那个，我们常常夜市买那个油炸了的东西，它猪的油网有没有包起来下去炸？那个、油网就是三焦，那个时候三焦就是水道，里面有油在里面，就是因为有油在里面，所以它能够利水。好，所以这个跑得很快，像地上如果撒了油，你都会滑倒，那水一下就过去了，好就可以利油利于这个输送水分。好，下面可以输到膀胱，好，水经四部，布到全身上下，五经并行，合于四十五脏，这阴阳魁度以为常也，是正常人应该要，好，我们的脾脏在管我们的水道，所以记得凡是出现水的问题，好，通通要用去治脾脏。那这个水在身上走的时候应该是热气，不应该是冷水，好，不应该是冷水。那如果是冷水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想办法把这个冷水化成气，或者是排掉，这是我们治水的方法，好，治水的方法。那在《金匮》里面，《伤寒》里面就很多处方，好，在排水。187页，这个呢，太阳脏独治，人体里面的太阳经呢，它的脉气。独行会造成病人的手脚冰冷，厥就是手足逆冷，哦，喘虚气逆，哦，气逆上颌，呼吸非常的短促，哦，这个症状是阴不足阳有余，哦，因为太阳是阳脉非常的旺的，阳气非常旺，那阳气旺的时候，阳气是气很轻啊，阳气应该是走到四肢上，阳气很旺的时候就毒盛于上，跑到头上去，哦，所以四肢会比较冰冷。表里当巨泻，取之下俞穴。好，那膀胱经的俞穴，好，通这个通骨，好，那这个就讲到表里了。好，表里，我先把我们这段介绍完以后，再跟诸位综合起来讲。阳明脏独治是阳气重病，就两个阳并在一起为纯阳明。这个时候当泻阳补阴，因为阳很盛，这个时候呢。我们要把阳泄掉，同时要补一点阴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取它的像泻骨啊，好，阳明经的足阳明的那个俞穴。少阳脉独治是厥气，好，那这个气是反逆的。那桥前足大，取之下俞。好，因为为什么讲这个桥？因为阳桥脉跟胆经呢是。并在一起的哈，所以少阳经脉气出问题的时候，气会逆行，这个时候造成阳桥脉的全部肿胀。好，那胆经的俞穴就是灵气穴。好，那这里呢又可以提到太阳、阳明跟少阳，在三阳的传变的时候，我们上次介绍过，刚开始是太阳正的时候。它传变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传入少阳，一种是进入阳明。进入阳明的话，到此为止就不会再进了，因为阳明是纯阳，它好，那有这个就停在那边。
那有的进入太阴这个少阳的时候，进入半表半里中间的时候，所谓半表半里，这里就是有机会还会停留在表上，那也很会入里。好，所以纯阳明就不会入里了，到半表半里才会有机会入里，因为少阳嘛，啊，他开门的时候，那这个贼邪进来的时候，哎，有的人跑到里面去了，跑到内脏去了，好，这要基本的观念。所以我们神身上的经络上的鱼穴，好，就是可以治疗脏气过旺、阳气过旺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取它的鱼穴。好，那少阳呢是一阳啊，一阳之过也。好，阳明是二阳，太阳就是三阳。好，太阴呢，如果是脏搏者，用心审针，五脉气少，好，胃气不平，这是太阴脉，就是三阴之脉，三阴结的号为阴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是因为脾胃是相表里，他一直讲脾嘛，哈，相表里，那治也是治他的鱼穴，好，那因为阴很盛，这个时候我们要补阳，要泻阴，好，用手法要补阳泻阴，好，那一阳独效，好，少阳缺也，少阳是一个阳，少阳是反逆，好，要抱歉，这个字应该更正，好，少阴我们打错了哈，这个少阴。好，一阴独效，好，是少阴厥也，逆冷哈。阳病于上，四脉增张，气归于肾，治于经络，要泻阳补阴。好，这个地方打错很多，原文可能有错哈。我们把它改一下，好，这边利用这个改一下。好，这个少阳是二阳。啊，一阳，对，一阳，一阴，少阴啊，好，一阴，好，一阳独效，不是，一阴独效，好，少阴，看看，一阴独效，好，少阴厥也，好，阴病，啊，两个阴病呢，阴病于上，四脉增张，气贵于肾，那如果是二阴的话，哈，这个厥阴。好，厥阴之治也，真虚，好，这个字冤心，好，冤心就忧郁，真气呢，好，肝气呢虚弱的时候，好，所以二阴治的话，哈，三阴是太阴，二阴是厥阴，一阴是啊少阴，好，少阴，把这个改一下。那厥气流薄，寒气呢停在身体里面的时候，在厥阴经的时候，肝是母的话，它会。从母往气往会母去生子，怒会生火，所以寒气呢就会进入心脏。进入心脏的时候，病人会跟你讲，很冷，一股冷气会进入心脏。好，这个时候发为白汗，因为寒症嘛，好，就是外面发为冷汗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调食和药治在，好下雨，像肝经的太冲穴。好，所以一脏受寒，好，一脏受脏会是一样会受到寒症。这里讲到这个，好，脏受寒的现象。好，那整个这个内经呢，就是这一个段落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、少阳、阳明，太阴、少阴、厥阴，到厥阴的时候哈，就是病的极限，到厥阴是病的极限。那临床上我们看的时候，好，中医呢，我们叫六经辨证，经方，我们经方呢，我们是用六阴辨证。好，不是用气血营卫。我们所谓的六经辨证，就是来自《黄帝内经》。好，出自这里。好，六经辨证法。好，从太阳，好，少阳，好，那在第三个阶段阳明，阳明在这里的时候，病就止掉了。好，第一个止，第二个少阳呢，会进入太阴。好，太阴没好了，就进入少阴。好，少阴没好了，就进入厥阴。好，厥阴是阴之啊之静，好尾端，所以肝脏呢是人身上最后的脏。那实物上看的时候很好玩，我们有很多有病人有这些症的时候，被西医都不称为病，就是病人很不舒服啊，他是查都没有病，一定要过了厥阴下来才是病，所以西医。找到病的时候都是很严重的。好，中西医不同的地方，从六经辨证看得非常的明确。
西医呢认为病在下面，上面是正常，好，上面正常，所以呢，西医你去检查，今天你可能好没有心脏病，明天就有心脏病，哦，因为它中间没有症，所以正常和病就是这样子。中医呢不是，中医认为太阳上面这是平人，正常人在上面，经过六经以后才会生病。所以在六经传遍，我们在中间，不管是在少阳、阳明或太阴，在中间就把病治好的时候，根本就没有病出现。临床上看就是这样子，好，实物上看，以后诸位当医生，你在临床上看，哎，就真的是这样子，好，很多人发了少阴，他查不到原因啊，好，啊，给你吃阿司匹林啊，好，那维他命 C 啊，好，给你安慰剂吃，好，都不知道原因，一定要等到发病啊，你有心脏病，你有肝病，你要动作太慢，所以西医去治病。中医是治症，症的阶段我们就把它治好，好，然后我们治症还同症同治，好，因为中医认为说治者察同嘛，同样的症状我们就出手去治。那疫那愚昧的会是察疫，然后病疫的上百上千个病名，没有一个治得好，好，就很麻烦。所以我们在治疗以后讲到同症同治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是治骨节酸痛，看起来好像风湿关节，实际上骨癌一样这个字，骨里面长肌长骨瘤，好，长骨髓瘤，这样是同样的方子，好，这样已经讲完了，你们就会治，你们会治癌症的哈，所以你要念中医，不能被西医的病名锁住，好，你要看症相同就吃，就开处方，好，皇帝呢就后面再问，太阳的脏象如何呢？太阳就是意思是太阳经的经脉的显现，太阳是三阳之最表。所以呢，它是浮脉，脉是浮的，浮脉就是轻轻一按到皮肤表面上就有。这时候张仲景就从这里，张仲景哦开始了，好，伤寒都是开始从这边开始的，好，脉最浮。那少阳的脏象如何？少阳因为像一阳嘛，就一个阳在里面，一阳者常滑而不实，好，是因为只有一阳，好，但是因为阳不盛，所以它只有一个阳的，好，是滑而不实。阳明的脏象如何呢？阳明呢？他的脏象脉是大而浮，因为阳明是纯热症，好，我们有这样讲，阳明呢等于淡热不寒，你在太阳症的时候还有寒，少阳症的时候往来寒热，好，还有寒，到阳明的时候就看不到寒症了，全部是热症。好，用这种方式来区分，好，三阳就出来了，淡阳，好，所以因为阳明是淡热不寒，所以它的脉是大而且是浮，好，那个太阴呢，长薄就是它的脉薄的时大时小，好像是浮骨一样，哈，二阴薄就是肾脏，好，少就是讲少阴的脉气，好，那我们讲太阳少阳，你看那个少阴太阴有没有，就是讲手上的尺脉，跟右少阴呢？讲的是左手的尺脉肾脉，另外讲的是脾脏的右手的关脉，好，脾脏，好，所以太阴的脉呢，好，跟少阴的脉这两个不太一样，少阴脉很比较沉在身体里面，哈，沉而不浮，沉在底下，到了厥阴的时候，因为是阴的极限，它会阴极会生阳会反弹，所以摸到厥阴脉的时候会反逆，有时候大有时候小，好，有时候大时大时小。